香港第一个去日本出道的 AV 女优素海林，自从新闻爆出之后，一直对人气急升，人红就自然有广告商的青睐。今日素海林就第一次拍广告，代言男士保健品，广邀传媒采访。之前有不少网友都说素海林的身形有些 baby fat， 但是今日她就状态大勇，身形比之前瘦了很多，但是依然都保持到曲线美啊。